时间真的你最好了，就喜欢你这样的人，干脆直接。雪玲呀，你要不要加呀？欢迎雪后。关注的大家晚上好，谢谢捧场的各位，你们辛苦了。辛苦了。感谢谢浩哥哥关注我。谢谢你点关注，辛苦了辛苦了。为人民服务，真是真好。加上了吗？谢谢点关注的。谢谢点关注的各位，辛苦了。看直播也很辛苦的，特别是眼睛很疲劳。你知不知，心中有百万字，拒绝自由说。哦，收到了。发誓要与你度过最冷。还是个唐僧的图像。直接点关注的，在直播间的活人给我打一个字啊！在直播间的活人可不可以给我打一个字啊？打一个一好吗？有没有有多少人啊？谢谢点关注的。有多少活人？可不可以打一个一？没有人。天哪！居然没有人打一。就你一个人，还有一个 A， 还有谁？打一哦，打一的话，打一的话，就是有奖励哦。有没有人在啊？打一下一好吗？有奖励的。两个人，还有点点点，还有谁？就两个人啊？三个人？四个人？还有吗？说的有奖励，马上就打了，赶紧打！三个人就三个人吗？就三个人打一，人这么少，打了再说，人不够，这两个人还要奖励，哼！直播人好少哦。你打二，你这是要唱反调吗？你一个人打二。Hello， 三个人不是人啊，三个人太少了呀。我要相亲，三个人不够，我要这个队伍大一点。干啥呀？我就看一下有几个人，看一下几个人排成队伍相亲了，三个人有奖励才会分享。屁，这不能分享的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愿意把自己的媳妇分享给别人吗？你们愿意把自己的媳妇分享给别人吗？请问那个雪梨，你说你要分享给别人。
可真可怕。愿意是吗？你们愿意把自己的女人分享给别人是吗？呵呵，我不要搭理你，一点都不懂得爱护，所以你依然是个单身狗，所以你还是个单身狗。要爱主播，疼主播，就是要心疼主播，反正各种爱，这个满满的爱。总有一天你会打动那个主播的。哈，哦，我以为是零呢，我隔得老远了。来，感谢千墨，谢谢你的铃铛。我隔得太远了，我以为是零呢。说实话，我也不认识那个字。女子无才，小女子无才，不得公公喜，不得哥哥喜爱。我说成公公了 ，I'm sorry。不得公公喜爱。谢谢点关注的。哈，那是认输吗？和还是输啊？是繁体吗？感谢中国山蓝是吧？蓝山，灯火阑珊，隔得太远了。谢谢点关注的啦。怎么这么多人点关注啊？涨了好几十个了。哇，这个谁中了一头猪？是刚才那个 A 哥吗？哇，有人在填坑啊！你看我高不？我有165。我不要，我不认识就不认识，毕竟女子无才必然是德，我不识字。你不是来了吗？你来了又能怎样？我又摸不着，看不见，哼！明天还得上班，好的，去吧。上班的话，去吧。赚钱。Hello， 谢谢点爱心的，谢谢点关注的。你看得见我有什么用？我又看不见你，不知道你是谁，来自哪里，将要去往何方。哎呦，谢谢点关注的。
在这世界，丑恶在于赤子的胸怀，难停这纷扰世态。欢迎寂寞如歌。没有人就没有人啊，反正我是新主播，我无所谓，反正都没有人。爱我的人是不会走的。谢谢点关注的。我跟我家猫在打架。想睡觉了吗？那就睡吧。想睡觉就睡吧。我去，我家猫差点把我手机给翻了。啊！Hello， 欢迎唐。烦死了！他连手机就要被摔开花了。谢谢点爱心的。